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德呢，德是做的，你这个德要去做，你要不做就不会有德的。所以说道是行的，不行何用道，德是做的，不做哪有德呢，怎么会有德。所以呀、啊，这如来的功德是赞叹不能穷尽。不过这个普贤菩萨赞叹如来的功德已经完了之后，告诸菩萨，他就啊告诉这个在花严法会的所有这个无量无边这么多的菩萨，这个诸菩萨，这个诸字啊，也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菩萨，又可以说是啊很少的菩萨。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意思是究竟是很多是很少，在这花严法会说这个诸菩萨是很多的菩萨，不是很少的。因为这个诸字啊，也可以当多字讲，也可以当一字讲啊。这个诸要当语助词，就是说话这帮助这一个口气的，这叫语助词，咱们就可以说是一个菩萨。要是啊按照这个诸字的意思，就是啊多，多就是诸、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菩萨，在这华严海会上啊，华严法会，这不能当一个菩萨讲。因为什么呢，这是没有数目这么多的菩萨，菩萨太多了。即善财言，和这个善财童子，这个善财童子他是个小孩子，虽然这是个小孩子，但是啊神通可大啊，他这种神通妙用啊是最不可思议。这个善财童子他有53个师父，所以在中国的佛教啊，就因为善财童子有53个师父啊，把中国的佛教啊就影响的很复杂。怎么样复杂法呢，这个佛教徒啊就要学善财童子。说善财童子有53个师父，我最低限度啊，那么回的10个、20个、30个，这都不太多吧。所以呀、啊，这个中国的佛教徒啊，这种行为呀、啊，这是最迷信的，最不正确的。我呀从来最反对这一样事。我并不是啊说怕我的徒弟去拜其他的法师做师父，我反对这件事。因为这在佛教里头是一个最坏的一种风气，一种习惯啊。那么说善财童子53个师父，他怎么不是最坏的？中国人呢拜30个、40个师傅就是最坏的了。我呀什么事情有一个真理，
这个善财童子不是三个师父，是他第一个师父叫他去拜第二个师父做师父，是他师父叫他去，不是他自己偷偷的这么自己到那听说我这个哦某某人是一个有道的人有修行的，他就偷偷的也不告诉他这个师父，就跑在那地方又拜了一个师父啊，这叫啊拜了一个师父背了一个师父，背就是违背呀，违背良师那个背，为什么呢？怎么叫背呢？背就是调过了背，这个背就背叛了，就是对他这个师父，你要是对你这个师父好，为什么你又拜一个师父？你就好像人，我们这一个父亲就够了，第二个父亲只有释迦牟尼佛可以做啊，不可以找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这么多的父亲的。这师父是出世的法身父母，你拜了那么多干什么呢？啊，这个善财童子是他第一个师父，他把他第一个师父所有的道德呀、学问呢、和这个神通妙用啊，都学完了，学完了，他师父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了，所以就叫他说：“你呀，到南方去，拜某某人在做师父。”他就到那边拜了一个师父，拜了师父学，把这个师父的本领。他的一切的能力又学完了，这个师父又介绍他说：“你再到南方去，拜某一个尊者呀、啊，或者某一位菩萨，或者某一个比丘啊，去做师父。他的道业比我更高，所以啊，这师父介绍他去拜师父，不是他自己偷偷摸摸的这么。”去拜旁人做师父，这个不是他自己去的，是他师父介绍他去的，所以、啊、第一个师父乃至于介绍到第五十三个，那么他把这五十三个师父啊所有的神通妙用都学到他身上，所以这个善财童子啊有这种神通妙用啊是大的不得了，你不要看他以为是个小孩子，但是他的本领很大的。你中国人呢就因为受这种的影响啊，所以就各处去拜师父，乱拜师父，拜完了一个师父又拜一个师父，拜一个师父又拜一个师父啊，偷偷摸摸的去拜师父，这个样子这叫佛教的败类。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或者在香港，所有人已经皈依过三宝的人，他再想皈依我，我不收的，我不接受他的皈依。为什么呢？啊，我认为他是佛教的败类，佛教的最不好的一种人，佛教徒。为什么呢？他是啊，不是他师父叫他来拜我做师父，是他自己偷偷的来的，啊。这是违背良师。那么尤其啊，这个皈依只可以皈依一次，不可以皈依一次又皈依一次。受戒可以，受戒你受三戒、四戒、五戒啊，或者受八戒，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这受多几次都可以。这皈依呢，只可以皈依一次。我拜师父只拜一个师父。不可以东拜一个师父，南拜一个师父，北拜一个师父，西边又拜一个师父，怎么啊？究竟你死了，将来你到哪一个师父那儿去做徒弟呢？啊，没有地方去，变成一个无所归的一个根本就无所归依了，因为你太多了。尤其在佛教里头啊，我们要讲真理啊。在中国的佛教啊，这是这几个老佛教徒转来转去都是这几个老的，这几个老的
由这个小的时候就皈依，皈依左一次右一次，这一生啊，他甚至于皈依了几十百次啊。究竟你问他什么叫皈依，他的眼睛睁着没有，没有话讲，不知道啊。皈依了几十百次，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你说这可怜不可怜啊。他说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他师父，都是皈依，但是他我相信他一个师父也没有。为什么呢？他都没有相信。你要信，相信才能得救，不相信根本就不会得救的啊。尤其在中国呀，佛教比丘和比丘啊闹意见，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徒弟，好像这一个法师的徒弟跑到那一个法师那儿去了，这无形中啊，这就表示这一个法师没有道德了。如果有道德，怎么徒弟会再另拜师傅去呢？于是乎，两个法师对于法师之间呢生了意见啊，你把我徒弟给我抢去了啊！两个人呢，这法师和法师就斗起法来了，一斗法，两个本相都现出来了。什么本相呢？啊，这个无明火大法，啊，好像中国这一些法师就是这个为徒弟斗的啊，像水火似的，水火不能相容，你对我也不好，我对你也不好，这都是就因为这个徒弟呀、啊，偷偷摸摸去皈依的原因。你就怕我把你的徒弟给抢过来。我又怕你嘛，把我的徒弟给抢过去，咱们都跑到这个上面。所以啊，这个善财童子就是啊，在《华严经》里边呢，他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啊，把中国佛教影响呢，方才没说吗？很复杂。为什么这法师他本来知道啊，收人家的皈依弟子是不对的，不合法的，为什么他又要收呢？啊，我现在把这个内幕啊，这个里边的情形呢、啊、告诉你。就因为他攀缘，收一个徒弟啊，就可以得到一点红包啊，这红包里头就是钱。所以啊，你要不收他做徒弟呢，他就不供养你这么多钱。一收他做徒弟啊，这是我师父，我师父这我也得要尽量供养啊，把钱就拿出来了。就因为这一个钱呢，把这些个法师的心都搞得摇动起来了啊，就是明明知道不对，他也要这样做去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复杂？要为谁呀？啊，第一就是为这个童子，第二就为这个是个善财。因为善财呀、啊，所以就把人呢都摇动了。这个财是好的啊，善财啊，又是个小童子。这个小童子就是个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很有钱，所以、啊、很有钱呢啊，花花绿绿的这个钱是很不错的，所以把这个一些个修道的人呢也都搞得摇动。摇动的不得了，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都要做去，为啥？哎，这是佛教一个最坏的一个习气。我希望在美国呀、啊，不要有这种的事情发生。皈依制皈依一次，想要皈依不是吗？就找一个好的师父，皈依之后啊，就不要再背叛师父。背叛师父就是又做一个叛教。来违背师父。那个善财童子有五十三个师父，把中国的佛教啊影响的传出很多很多不正确这种迷信的风气，这种的习惯。在美国佛教没有
普遍的时候，可以把这种的毛病呢，不要流行开，不要令人人都有这种的习惯。好像那个耶稣教、天主教，他那个灵洗，受洗礼呀，只洗一次，没有说这一次洗的没有干净，再洗一次，又没有洗干净，再洗一次，啊，洗来洗去都是这一个人。咱们佛教里边呢，也不需要啊，这样子，不需要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皈一次，说我头一次皈依大要是佛不知道，所以我再来第二次。那么你头一次佛要不知道，第二次、第三次，你到第一千次、一万次，佛也不会知道的。为什么呢？佛不是睡着了睡觉呢，说你这皈依他没看见啊，佛是大脚。你只要心里想要真正皈依佛教，他一定就知道了。所以说这感应道教是不可思议的。你要如果说佛不知道，那你根本就不是信佛，根本也就没有皈依，你皈依几千万次也是没有用的。但是你皈依对师父，一定要尊师重道，要对师父啊恭恭敬敬的。我现在给你们讲这个道理啊，并不是叫我的皈依弟子来恭敬我，因为我的皈依弟子对我已经很恭敬了，我觉得不需要再叫他再恭敬了。那么怎么样子呢？这皈依之后，切记啊不要违背师父，不恭敬师父。不恭敬师父的人是会堕地狱。堕什么地狱？讲地藏经呢，不有一个千仞地狱吗？那个千仞地狱啊，就是这一些个不孝顺师父的徒弟啊堕那个地狱。对于有一种众生啊，他不顺师教，不依照师父所教的这个道理，要自己呀别开生面，要自己呀依照自己那个意思去，不顺师教。不但不顺师父的教，而且还呀回谤师父，骂师父，甚至于打师父、杀师父啊，这都有的，你不要笑啊，这个世间什么众生都有的啊。他给这个师父啊这个毒药来毒死师父啊，用种种的方法来害师父，好像坐这个师父的凳子，这都犯过的。师父这个钵盂啊，那个吃饭的钵，你随便说拿着玩一玩，这都是犯过的啊。就这个里边呢很微细很微细，除非这个师父叫你做就可以了，不叫你做你自己去这么冒冒失失做，这都是犯过的，就有这么重要的关系啊。这个我不是说是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做徒弟的是没有自由的啊，有师父带着这个做徒弟就没有自由啊，所以一切是一切处都要对于这个师父啊，不能毁谤师父，不能背着师父面来互相谈论的啊，这样都是犯口过的，这是犯罪业的。善男子，如来功德加持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劫，
相续言说不可穷经。这一大门呢，是说佛的功德说不完，所以啊，他说善男子，说你这个皈依三宝，受过五戒，修持十善的这个善男子，我现在告诉你们啊，如来的功德，这个佛的这种功德，假设十方，假设啊，使这个十方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这个国度，经不可说，不可说啊，经过呀啊，不可以言语说，不可以言语说，这么多的佛的刹土，佛的国度，极为陈述解，极到那个极点了，到什么极点？到那个微尘微尘那个极点。微尘的极点是什么尘呢？就是那个临虚尘。这个临虚尘呢，是人目力所看不见的。咱们现在所看见这个微尘，在那个太阳光照到这个窗透光的地方，你看见有微尘呢，那你能看见的。把你那能看见的每一粒微尘再分成七份，这叫临虚尘，你的目力呀、啊、就看不见了。这种的微尘呢，叫极微尘，数劫有那么多的劫数，相续言说，相续就是总也不断的，总也不断经过呀，这个极微尘数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时候啊，相续言说，接接连连的，总说这个如来的功德不可穷尽的，也说不完的，这个如来的功德也说不完的。要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恨愿。那么佛有这无量无边说不能尽的这种功德，是不是单单佛可以有这种的功德呢？一般的众生没有份呢？不是，佛教是最平等的，绝对没有这种专制和独裁的成分在里面，没有专制和独裁的这种的意义在里面。佛教讲的人人皆可以成佛，不但人人都可以成佛，就是一切众生飞潜动止，在天上飞着，在水里潜藏着啊，这一切的动物和一切的植物，植物就树木花草啊，皆可成佛啊，胎懒湿化，所谓十二类的众生都可以成佛的啊，不是说只可以我成佛，你不可以成佛，没有这个的，也不是像某某的宗教说只我一个神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假的，成佛呀，只怕你不成，你成了就是真佛，没有一个假佛的啊。
所有的佛都是真佛啊，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这个真佛啊，不是说只许可我成佛，不许可你成佛，没有这个，这种教义太小了啊，没有说是啊，哦，就我一个是真神，你们一个人这些个都是假神，没有的啊。你单单一个真神又有什么意思？嗯，那变成一个孤独的神了，孤独的神。佛啊，所以一切众生成佛，佛是很多很多的，大家佛佛道同啊，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所以啊，俺们一切众生想要成这个功德门，成就这佛的功德这种门径，应修十种广大横愿，应该呀修行这十种的广大横愿。这十种的广大横愿呢，俺们要修成功了，就是可以得到佛这种的功德。何等为是一者离境诸佛，二者承担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行，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白言，大声云和礼敬，乃至回向，何等为实？什么是这十种的广大横门呢？这是啊，问这个十种广大横门的名目，说什么是十种广大的横愿这个门呢？一者离境诸佛，第一就是离境诸佛，离什么叫个离呢？离就是有礼貌，就是有礼法。这个礼呀，是彼此恭敬的一种表现。你对人有礼貌，其他人对你也会有礼貌。为什么俺们要有礼貌？就因为俺们对于对方啊有一种的恭敬心，所以呀、啊，要行一个礼。这个礼呀、啊，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之一。人所以呀、啊，和这个禽兽不同的原因，就因为有一种礼。如果要没有礼貌啊，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咱们恭敬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种礼，那么对佛更需要有这种礼，有礼貌而恭敬。在以前呢，中国人对佛呀不愿意叩头，和美国人是一样的。我到美国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告诉我说，美国人呢最
不愿意的就是叩头，就是拜佛。我说那最好，不愿意叩头吗？我一定要他叩头，如果不叩头我就不叫他佛法。哎，那没有什么、客气的，你要叩头我就叫你佛法，不叩头你想和我学佛法我就不叫你。为什么呢？你对佛都没有礼貌，我何必叫你呢？以前中国人也是这样，信佛是信佛，就是不愿意叩头啊，不愿意拜佛，和那个猴子一样啊，和那蒙吉，那蒙吉他也不懂得拜佛，你叫他他也不愿意啊。还有那个马牛啊，他也不会拜佛啊，他就心里虽然恭敬佛他也不拜佛。那么中国人是这样子的，对佛敬而不礼，就是啊心里信佛但是不拜佛。嗯，有一个勒挪菩萨，这个勒挪菩萨一看啊，这可真是信佛不拜佛，这没有什么用啊。于是乎他就到中国立了七种的礼法，七种拜佛的有七种，来教化中国人呢，令中国人拜佛。所以呀、啊，这佛教到处都差不多的，最初传到中国，中国人也不愿意拜佛，现在传到美国，美国人也不愿意拜佛。为什么不愿意拜佛呢？就因为啊，从来也没有拜过，他就啊有一种啊我相，有一种我慢，因为有个我们常讲这个我呀，他认为这个我比须弥山的大，这个比须弥山的大怎么可以拜佛呢？于是乎啊，有的人家拜佛他往那一站像个木头似的，有的人家拜佛他往那一坐像一个石头似的啊，这种种的样子。俺们信佛的人必须要拜佛，你佛都不拜你怎么又谈到信呢？所以必须要礼拜佛像。所以这个佛像啊是木雕的，俺们拜它有什么用啊？这个佛像啊并不是这个佛像就是佛，你不要认错了，那个佛呀是遍满一切处的，没有任何地方不是佛的法身所在地。这个木像不过是一种表法而已，就是啊代表佛啊而已。就好像啊俺每一个国家有一个国旗，咱们一般老百姓啊都要向这国旗来行敬礼，行这个罪敬礼。这国旗它是挥着一块布，挥着是用胶做成的，你向它敬礼有什么用呢？这是啊也是一种代表，这国旗呢就代表国家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啊咱们对于国旗来行罪敬礼，也就是恭敬这国家。佛像呢也是这样，这个佛像不过是代表佛的一个象征而已，并不是说这个佛像就是佛的。俺们为什么对着佛像来拜呢？俺们这也就是啊说的佛呀是遍满一切处，遍满一切处，我们应该向四方八面去顶礼叩头了。这又不是，
所以必须要皈依一处，有所皈依，有所皈依啊，就有一个目标来代表，也就像一个国家，你要向这个国家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县份都去敬礼去，那么怎么能来得及呀、啊、只向着一个国旗来敬礼也就够了。所以我们向佛敬礼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向佛敬礼呀、啊、有七种礼，这七种礼呀、啊、第一种就是啊我慢礼。这我慢礼，什么叫我慢礼呢？就是啊虽然拜佛了，但是这个我相啊还不除，拜着佛呀就好像总是不自然，总觉得我拜佛做什么啊，我何必拜他呢啊，就自己呀、啊、总觉得扣这个头扣得很不欢喜，扣这个头勉强扣这个头，也就是啊看见人家拜我也拜，他们都拜佛我也不拜佛，这好像好特别似的，不好意思，所以也就拜佛。虽然拜佛，但是啊这个我相没有空，还有啊这个我慢存在，所以啊这第一的叫我慢礼。第二呢叫求名礼。什么叫求名礼呢？听有很多人赞叹说某某人拜佛呀、啊、拜的很多，真修行用功啊，好用功的，他又拜佛又拜经又拜忏啊，真用功修行了啊。他一听人家赞叹这个修行人，于是乎他也就想要得这个修行的名，于是乎啊他也就拜佛，也就拜忏啊，也就啊来随喜。虽然随喜呀、啊、他不是真正的为了拜佛，他是为了拜这个名，来求这个名，求这个修行的名字，这叫求名礼。第三种礼是叫身心畅和礼。第一的是我慢礼，看着人家叩头我也叩头，心里呀、啊、就想啊这真是迷信，叩头有什么用呢啊，太迷信了。第二种求名呢啊也不是为了信，也不是为了不信，他就看见人家拜佛啊，有人供养了，有人恭敬了，有人赞叹说他是啊真正修道的，所以他也要得到供养，得到恭敬，得到赞叹，所以也就是拜佛了。第三呢叫身心畅和礼。怎么叫身心畅和礼呢？就是啊看见人家拜我也拜，人家叩头我也叩头，这个身和这个心就随着人家转，人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也不管拜佛有好处是没有好处，也不管拜佛是正信呢或者是迷信，他也没有求名的心，就是啊随着人家去做去，这叫身心畅和礼。这种礼呢也没有什么功，也没有什么过啊，是平平常常。第四种叫智敬礼。智就是智慧，敬就是清净的。以这种啊真正的智慧清净自己的身心，这是啊
有智慧的人拜佛的方法，清净自己呀、啊，真口意三业。你这一拜佛，这身业不犯了，身，你这拜佛就不会再去杀生去，不会去偷盗去，不会去邪淫去，这身业清净。你这拜佛的时候也没有贪心，也没有嗔心，也没有痴心了，只有啊一个智慧啊，我恭恭敬敬的拜佛这么一个心，所以呀、啊、这意业也清净了。意业清净，你这个口业呢，你拜佛就念佛，念佛名号，持诵这个经咒，这样子你口业也不犯了，你口里也没有绮语，也没有妄言，也没有恶口，也没有两舌了，这口业清净。这身口意三业清净，这叫啊智净。以真正的智慧来拜佛，这是第四种。第五种的理呢，叫遍入法界理。怎么叫遍入法界理呢？你要观想啊，我这个身体呀、啊，虽然没有成佛，然而我这个性啊，我这个心性啊是充遍法界的，充满法界，我现在在这一位佛前来拜佛，我就啊遍离法界一切诸佛，不是单单拜这一个佛，在每一尊佛的前面呢，都有我一个化身在那向佛顶礼叩头，同时供养诸佛菩萨。你看这种的，你这个一切为心造，你这个心呢遍法界，周遍法界，这种理呀、啊、也周遍法界，你这种修行也就周遍法界啊。说什么叫法界呢？我来听听经听了几天了，不知道什么叫法界。这个法界啊，就是所有啊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这个法界之内包着，在这法界的里边，没有到这法界的外边。所以啊，你这个身尽虚空遍法界，你的恭敬礼也尽虚空遍法界，你所得的这种的功德也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这叫遍入法界理。这是第五种理。第六叫正观修行至诚理。什么叫正观呢？正观就是什么？专一其心来观想啊，拜佛。我们拜这一位佛，就是拜法界佛；拜法界佛，也就是拜一个佛。因为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佛佛道同，所以俺们用这个专一其心来拜佛，来观想这个佛，修行不打妄想。不是我这拜佛呀，这个人虽然在这拜佛呢，
可是这个心呢跑到电影院里去了，或者这个心啊跑到那个跑马场去了，或者这个心又跑到啊田猎那个地方去，或者这个心又跑到那个跳舞厅里头去，或者这个拜佛这个心跑到那个酒吧里头去，或者这正拜着佛呢，这个心跑到那个饭馆子里去。总而言之啊，也不用买票的这种旅行啊，各处去跑，各处去跑，嗯，忽然耳天，忽然耳地，有的时候跑到纽腰去了，啊，也不知怎么样子，又跑回来到三藩市了，啊，他自己以为我在拜佛，跑到纽腰去了，又回来三藩市，这真是有了神通。其实这连鬼通都没有，不要说神通，这就是妄想啊，这就叫我邪观，没有正观。所以呀、啊、正观修行呢就不打这些个妄想的，我拜佛就是一心拜佛，心不二用，不要这拜着佛呢还打其他的妄想，这就叫正观修行至诚理。这种修行啊，你拜这一拜啊，就胜入你拜百千万拜一样，就胜入啊其他那个打妄想的人拜百千万拜那么多。所以修行啊，你要得其门而入，你要知道这个法门，你要不知道法门，你看一样的拜佛，人家那拜佛就是拜佛呢，你那拜佛就打妄想啊，一阵干哎，我拜完佛就去喝杯咖啡，回来饮点酒啊，好像那个白闻天，我相信他拜佛就是有这个妄想，所以啊拜佛拜完了什么也不顾就跑到盖上去了，就跑了，跑了干什么呢？喝酒去。他不但自己喝酒还不要紧，还导致所有来拜佛的人他都要拉着他去喝酒去啊。哎，我看真是可怜之至，太可怜了。这就叫啊，不是正观修行至诚理，这就是邪观。你说一个拜佛，你这不好好拜佛，你打妄想，这他没有功德。这第六、第七呢，直向平等理。实相理，理而无理，无理而理啊。说那啊、哦，理而不理，不理而理，那所以我不拜佛就是拜佛了吗？不是这样解法，是你虽然拜佛而不着拜佛之相，可不是啊，你不拜佛已经认为你就是拜佛了，不是的，你那样子那就变成一个狂妄了，就好像啊来到这儿问我说、啊、他已经到了虚空了啊，你说他已经到虚空里头去了，你说真是愚痴到极点，这一类的人呢简直的是不可救药，没有法子救的。因为什么呢？他自己的这种指着性啊太愚痴了。那么实相平等里，我在这儿啊拜佛平等礼三宝，拜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没有分别的这么拜，这一念也不生，一念也不灭，这就是不生不灭的实相平等法。你一念不生全体现，
你真能啊拜佛拜到那个一念不生的时候，那时候啊十方世界现全身的，你这个一个身体虽然在这儿啊，就和法界那么大，也就是实相，实相无相，你拜的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啊，和法界合成一体了。你那个身也就是法界，法界也就是你这个身体，你看这妙妙不妙？以前你那个身体只有须弥山那么一点点，那须弥山在法界里就好像一粒微尘那么大，你不要以为多大。但是你现在呀，须弥山在你的法身里边啊，你把须弥山包住了，你看真妙不妙？所有这个宇宙一切万物没有不在你这个性里头包着，也没有你不明白的这种实相平等理，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要能以拜佛拜到这种的境界上啊，那你说那个妙处还能说得完吗？说不完的。这是简简单单的说这个礼拜三宝有这七种的礼，要往多了说，这个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个礼序啊也多得很。所以在中国呀，有一部经啊叫《礼经》，又叫《礼记》。这个上呢，专记载种种的礼法。这个礼法，《礼记》上说，就是每一个人做到什么地方都有一定的，大人有大人做的地方，小孩子有小孩子做的地方，男人有男人做的地方，女人有女人做的地方，老人有老人做的地方，不能乱做的。我就单举出来一种，这小孩子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礼记》上讲，童子与坐，童子应该坐那个犄角上，童子坐的时候坐在那个角落上 corner、不应该坐到这个正面上，这小孩子应该坐到 corner。 那么讲到这个礼上啊，我在以前小孩子的时候也就很讲礼貌的，讲什么礼貌呢？我欢喜人家来恭敬我。怎么样恭敬法呢？那时候啊，在中国讲这个做皇帝，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欢喜做皇帝。所有的这一般小孩子啊，这一条城市里边呢，譬如有30个小孩子，或者有50，或者有100呀，所有这小孩子都要听我来指挥啊！我叫这小孩子陪这个土堆，陪着大大的一个土堆呢，我坐在这个土堆上边呢，就叫这些小孩子向我来叩头。这是小孩子的时候，12岁以前，所有的小孩子呢，他也都很奇怪的，他也不反对向我来叩头，都听我招呼。这是啊，小的时候愿意人家来向我叩头。等到12岁之后，我见到一个死的小孩子，那时候才知道人会死，于是乎啊，以后就把这种恶劣的习惯呢
改了，改了就不叫人家向我叩头了，我要向人家叩头。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先从我父亲母亲那开始，早晨给父亲母亲叩头，晚间给父亲母亲叩头，啊，给父亲叩三个头，给母亲叩三个头。这么样子，这是早晨有六个头，晚间有六个。以后一想，这个世界不是单单我的父亲母亲呢，又有天，又有地，又有皇帝，又有师父。于是乎啊，就给天也叩头，地也叩头，给这皇帝国王也叩头，给这师父也叩头。那时候我不知道谁是我师父，因为没遇到师父呢，但是我心里这么想，我将来一定会有个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遇到我师父啊，我先就给我师父叩头啊，所以呀，就给这个天地君亲师叩头。这也到一般人来讲，这是真正的迷信啊！天地君亲师那么叩头。以后我又想啊，这个世界上有圣人，又向圣人叩头，又有贤人，又有贤人，又向贤人叩头啊！以后又知道世界上有佛，又向佛来叩头，向菩萨叩头，声闻叩头，圆角叩头，啊，这叩头。以后又想世间有最好的好人，又向好人给叩头。世间有最善的善人，又向善人叩头。啊，说我呀，因为他做善呢，我应该呀代表一切的人呢来感谢他，来谢谢他，所以向他叩头。他因为能做善，能帮助穷人。啊，我替穷人来谢谢他，向善人叩头。以后啊，这叩头叩的就很多了。给世界上啊善人叩头，一想啊，这个恶人呢也是很可怜的。我代表这个恶人呢给佛叩头，啊，请佛呀原谅这个恶人呢，赦免他们的罪过，令他们也改恶向善，啊，又代表恶人叩头，又代表啊，这个世界上啊，有罪的人来向佛叩头，向佛忏悔，又代表啊，这个世界上不孝顺父母的人呢，向佛来忏悔，啊，所有的坏人呢，我都替他。我就认为我是这个坏人的一个最坏者，啊，我应该呀，替这所有的一切人呢来拜佛。这拜佛每一次啊，叩头叩有830几个头，830几个。这每一次一早去，在什么时候我叩头呢？我告诉你们，我这种的修行呢，很奇怪的。一早去，在人都没有醒以前，我就起来了。起来穿好衣服，洗好脸，到外边去叩头了。我叩头在外边，啊，是点上一支香，在外边就叩头。无论刮风也是要叩头，下雨也要叩头，下雪也要叩头。我下雪，那个天下雪，我的手也按着那个雪上来叩头，也不管它，也不管这个雪冻啊凉啊，都不管它，怎么叩头。扣这830几个头，扣要就这么跪下，起来起来又跪下，大约要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这一早去，人人都没有醒以前，到外边去叩头。在晚间呢，等人都睡了之后，我又到外边去叩头去了。这是啊，这么样叩头叩了有大约有很多年呢。以后等我在我母亲坟上守孝之后啊，才把这种的头减少啊。每天我还扣9个头，不扣那么多了，因为那么多费的时间太多了啊。这是我
过去怎么样啊叩头来着，我相信差不离的人也都想要知道我是怎么样过去都怎么样叩头来着，怎么样拜佛来着，所以我说一说。